啊、哦，红魔虾，加上小蘸料。哎呦好，哎呀，别提多鲜亮了。再来个红魔虾。这个有点不新鲜了，海参后红魔虾，海鸥虾，先来一个海参后一炸，哇哦，这东西真的太鲜亮了，都虾线都给大家去了，再来一个红魔虾，这个红魔虾有点不新鲜了，但是不影响吃，因为它很贵。最后一个，老大哥，先来看一看它的虾脑。哇塞，好肥呀、啊！哎呦，这鲜亮！嗯。每一个都是满满的虾黄，哎呦，太过瘾了，吃着。这玩意吃太贵了。